我认识你，我认识你。他是谁？他是肖心妮。哎，我嘞，我嘞。你是六月。哎，我是电视明，我经常看电视，做 parenting。好 cute。第六季啊，第六季，我们想要知道一些一手资料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什么？你知道重庆大概要回学校这件事情吗？他有跟我说啦，明天开始呢，他就是那个义安理工学院的学生。我也讲，对他读三年了，我祝他好运啦，因为那些学生都很小。要读什么科系啊？他读的是那个Chinese Media and Comms 呀。哇，这样是不是会成为很多前辈的学弟呀？对对对，那个泽亮啦，泽亮是他的学长。安迪如此难得哦，你来到红星大奖啊，你觉得就是从，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你，有没有就是什么话想要特别跟他们说的吗？你是说安迪如此还是重庆？安迪如此，难得来红星大奖，重庆哥哥常常来。我要谢谢陈汉伟来，因为他这样五秒我就出现了，我刚才在传出刚，哎呦，讲出我的来，不好。呀，我突然间这样出现，我觉得汉伟他其实真的很厉害，他是魔术师啦，真的是别有用心哦。因为很多朋友没有忘记我，所以在这里要跟你们说声谢谢啦，哈。你刚才在台上这样看下去，有没有哪一个是特别帅也特别喜欢的？哎呦，我每个都喜欢呢。没有，你要选一个小心，只能选一个哈。只能选一个，我就选徐冰。有开过就新娘了。好，我们可不可以请重庆大哥来回来？回来啊！你需要三分钟了，你先去访问别人了。帅的，真的。OK， 那我们先聊一下，然后你要不要换回重庆哥哥，然后让他们接受我访问？我要去那边叫他回来了哈。可以，你们自己聊了哈。可以，不好意思。哦。